运算起来，或者说这种方法无法做清算，必须要做笔算，能听懂？但是这两种的方法的好处是，你不管是多大的一个数，几千几万的一个数，它都可以用这种方式是不是来进行换算，明白吗？但是各位，我们学这个东西主要是用来做什么？IP 地址吧，那 IP 地址是你的前条件，IP 地址总共多少位？32次方吧，32位吧，啊，然后我们人为的就干嘛？把32个二进制位干嘛？划成了分成了4组，每组多少？8个，也就是说，它最终是不是只有8个二进制位？啊，能听懂？所以你们只需要掌握8位以内的二进制换算，但是我要求你们可以心算，能听懂？那这个时候用这种方法来换算就不太合适了。我们有更简单的方法，OK？那我给大家举个例子，看看后面是16进制状态，然后二进制的就那这里我就给大家讲一个转换方法，叫做装水桶法，啥意思？我们假设这里有，看，几个？8个吧，是八个吧？8个水桶，在第一个水桶里，最后一个水桶里能装128滴水。OK，第二个水桶能装64个，最后第三个水桶能装32个，这个里面能装16个，然后是八、四、二、一，啥意思？2的2次方，2的1次方是不是？2的0次方是不是一？2的1次方是不是二？2的2次方是不是四？2的4次方是不是八？5次方是不是16？最终是不是2的7次方是128？能听懂吗？那好，我们来解释啊。如果我有一个10进制数，想要把它转换成个2进制，OK？怎么办？我先随便写个10进制数，比如说169，可变，可不变？那现在我问你，169装水桶的方法或者原则是？只要能够装满，必须装；但是如果装不满，不允许装。那我问你，169能够除以，能够减去128吗？能吧？它够减吧？也就是说能把它装满吧？啊？所以它的这个水桶这里第一位是不是就是一？能看懂？那169减去了128，还剩多少？41吧？没错吧？那我问你，41能减满64吗？装不满，我说是不是就不允许装？是不是就不装？能看懂？啊？那41能减32吗？能减吗？能。所以第三个桶是不是就是一？然后减完之后还剩多少？九万，九万，九能减16吗？九能减8吗？能吗？减八能减吗？减八。那所以这块是不是就是一？还剩几？一吧。一能减四吗？能减二吗？能减一吗？好了，这就是169的二进制数，看懂了？能看懂啊？这是把十进制转为二进制的方法，它适合心算，明白我说的吗？那把二进制转为十进制呢？那更简单了。你看，随便写一个，几个了？2、4、6、7，8个，看到了？那啥意思？这块有一，那是不是就有128？那是不是就是它等于128加多少？加四加二加一，没错吧？能看懂？加四加二加一，最后等于这多少？130、135，看懂我在说什么？能看懂啊？如何把十进制转为二进制？是不是就往里减？如何把二进制转为十进制？是不是就把对应的数加出来？能看懂啊？那么这种方法适合心算，各位，其实一开始想要心算可能性还不大，但是我说啊，
那些常见的数字，就是一些节点数字，把它记下来，给我背下来。但是现在用这种方法计算，它的好处是远比刚刚那个除二取一、乘二取零是要方便，要简单。缺点是，你最多是不是只能装8个桶？你还能装多少？装10个桶行吗？还凑合。你要装15个桶，你要是放在这儿，放在16位，放在这儿，别垫了。你要是16位放在这儿，明白了说什么？啊，它不适合太大的数字来进行计算，听懂了？但是做 IP 换算是不是刚好？能看懂啊？有没有问题？装水桶法有没有问题？会了吧？二进制、十进制转换，各位，这种方法的好处是简单，它的缺点是它不适合大数字。OK，那标准的这种数学算法的好处是，不管多大的数，你是不是照着除就行了？啊，它是不是一定能算出来？缺点是它不适合心算，明白？所以我们推荐，如果8位以内的装水桶，会了吧？会了吧？你们要给我算一个不？下来自己算吧，晚上下午让刘川给你们出几个题，自己算算，好吧？好吧，我们节省点时间，我还得讲点别的。那是不是还得有16进制换算？那好，现在我们先说，我如何把16进制换算成2进制，不是换算成10进制？其实是不是就是这样的？看，啊，有多少个数，是不是就加16乘以多少？啊？哎，不对。这是，我有点晕。16进制减10进制是吧？7DH 对不对？啊，不对，这是10进制，10进制转16进制，晕菜。这是十进制是吧？转成16进制，是不是就是干嘛？这个除啊，除吧，对吧？除完之后是不是余七？然后什么？余13是吧？所以值是7D 吧？13是不是 D？啊，那这个是先转二进制，是不是再转？能听懂？那各位不看它，我说实话，这个我还真有点看晕了。我来跟你讲，16进制转换。各位，其实这么说，不管是16进制还是8进制转换，最简单的方法是先把它转成二进制，用二进制作为中转。能听懂我在说什么？那我们先来演示什么？把16进制转为二进制，不转为10进制。OK，怎么做？随便写一个16进制，假设可别，假设。我们就写个小点的，别太大了。写个 A，我们然后5，可以吧？那好，怎么转成二进制呢？很简单，每一个16进制用4个二进制位来取代，用4个二进制位来取代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每个四二进制用4个二进制位？为什么？我问你，把4个二进制位换算成10进制是多少？15吧，那16进制是不是刚好也是逢16进制？所以一个16进制对应的就是4个二进制位，能听懂？能听懂？所以先干嘛？把它转成二进制，能听懂？那 A 是多少？十吧。那十换成二进制是多少？能可以看10010嘛，4个二进制位，能听懂？OK，然后。把五再换成二进制，五是什么？101吧？啊？是不是101啊？那它的值是不是101啊？但是它是不够四位，怎么办？左侧补零是不是任何数左侧补零是不是都不算数啊？那是不是就够了？那这样的话换算出来它的二进制是多少？连起来是不是就行了？多少？10100101，然后各位把它换算成10进制。128加32，128加32，160，对吧？165，没错吧？能看懂？哎，刚刚是多少？啊，125，165，对吧？能看懂？
十进十六进制转十进制，其实八进制也一样。八进制一个八进制是三个二进制呗，明白？一个十六进制是不是四个二进制呗？看懂了？那把二进制转为十六进制，不，把十进制转为十六进制，怎么办？随便写个十六进制，好吧？写个十进制，好吧？255，简单点儿，好吧？可不可以？简单点儿，可不可以？啊？转成二进制，八个一吧？你都说了，每四个是不是一组？啊？那然后再把它转成什么？十六进制，十五吧？F 吧？F 吧？看到了我在说什么？啊？二进制作为中转就可以做心算了，明白我在说什么？有没有问题？会了吗？什么叫从右数从左数？不够，往左补，往左补。比如说，那我们再来一个，好吧？比如说，我们现在是一个，比如说小一点，好吧？67，可不可以？换成二进制，可不可以？可不可以？多少？67的话是，哇塞，得了，不算，麻烦死了。计算器吧，计算器了啊。我们十进制是多少？67，转为二进制，幺几个零？四个零。1234111，四个零吧。那现在的问题是，它不够拆出来四个吧？那怎么办？先拆后面的个位数，拆四个，能看懂？然后这块补零，看懂了？没错吧？没错吧？然后把它转成二进制，把它转成十六进制，能看懂？那这个是多少？四的话就是四，没错吧？那这个是三，那就是三，十六进制就是43，看懂了？十六进制啊，这个是十进制，OK，有没有问题？看懂了？各位，拿二进制作为中转，是我们在。就是较小数字的情况下，所有的进制转换的标准方式。OK，它的方法更简单。那八进制是什么？我说了，一个八进制转成什么？三个二进制就够了，左侧不够补零，听懂了？会了吗？会了吗？基本的进制转换，各位，一般情况下不需要你们手工计算，但是二进制和十进制的转换一定要非常熟练。OK。有没有问题？啊？把这个数转成十六进制，哎，我都转了是吧？好吧，给你们当成作业吧，你们试一下看行不行，可不可以？跟我的答案一不一样？好吧？应该一样，我是拿计算器转，反正你们手算一下，看能不能算出来。OK，哦，对，这个我做了动画，应该是这样。先看这些是多少，你算一下吧。啊，来算一下，算一个这个，把它给我换成十进制，看会不会。算一下，我们还有时间，时间比较充裕。这是八进制吧？OK。八进制换十进制怎么算？你要不然就是什么，4×8的0次方，5×5×8的1次方，6×8的2次方，2×8的3次方，然后加起来是不是就是？然后要不然就干嘛？是不是先换十进制？我觉得换二进制是不是方便点？明白我说什么？每个数是不是换成三位二进制呗？啊？算一下。没电了，那个张院长，记得每天都要充，这个电池不是。下午职业素质课，然后2点大概到3点半左右，3点半结束之后，刘川会上来，好吧？
算出来吗？等我先把你们的名字背背啊，我争取在一周之内记下来。算出来呗，多少？多少？啊？多少？啊？1452，差不多，应该。多，是吗？你们算出来是吗？多少？1452，你们呢？是吗？压根没算是吧？哦，答案是1452，应该是，应该没问题。再来一个吧。啊？你们再算一个，看看这个，把它换成十进制，这个可能会比较大。对，换成十进制。来，二进制做中转啊。